举办啦啦队 LAMI Girls 举办万中选一甄选会，14位参赛者中有专业舞者，还有前体操国手，个个使出浑身解数，劲歌热舞，要抢唯一的入选名额。没想到经过两轮 PK， 有五位女孩拿到同分，但各具特色，球团决定全数录取。LAMI Girls 新添五位新血，共27人，是中职阵容最庞大的啦啦队。最后出来的这五位呢，有一些他外形相当的亮丽，那有一些他有这个歌唱的一个技巧，那有一些呢他在跳舞更胜于现在旧有的成员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五个其实是我们这一两年来讲的话，可以说水准相当高的五位女孩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因为我喜欢跳舞还有表演，然后希望可以在球场上就是表演给大家看。常为艺人编舞的蓝波老师也是棒球迷，这次获邀担任甄选会评审。他表示，评选重点除了舞蹈基本功，现场观众缘也很重要。我觉得要有非常好的体力，还有非常的内心要非常强大，非常喜欢棒球。我常在讲，在这个舞台里面来讲，你就是这个舞台的巨星，因为你的一举一动操纵的所有的观众，你就是这个舞台棒球场里面的蔡依林。五位新成员接下来将展开集训，在开幕战登台表演。球团表示，新球季已经准备好新舞曲，加上近两年的应援歌曲共100多首，准备带给球迷全新的看球体验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